装在两边的开口位置，然后拿出放大镜，用手包住两个，将中间的螺丝拆开。 将刀片向下移，向左向右取出来，这边是右螺丝。在我们装修刀片的时候，要先将刀片上的刀片拆掉，然后手里是装在左边第二个螺丝，以及右边第二个螺丝。 在装上假货的同时，我们将刀片从这边抬到这边，然后平移。
can't try with your own. Thank you.